甜点窝头一定吃啊，吃你的就不吃。怎么能这么和你爸爸说话？窝头里面有鸡蛋、维生素、牛奶，还有粗粮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哎呀，李爸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李爸，外面有人喊您呢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啊，我去瞅一眼就过来。李爸再见。一定吃哈。这个李老头咋还不走啊？我就不信我走了你能吃。好了，我走了，那还有半块窝头一定吃。好的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哎呦妈呀，你还在。我一猜他就不可能吃。我吃，我吃还不行吗？嚯，还真吃了，真是好孩子。李爸快去吧，放心吧，我快吃完了。林师傅来一趟。哦，来啦来啦。哎呦妈呀，李老